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在三角形内啊，就是随便的一个三角形啊，现在有一点 P， 那连接呢三顶点哈，分割出三个相等的面积的三角形的话，那这一点，ABC， 这一点的话哈，应该什么心啊？当然是重心啊，重心才有这个性质啊，其他都没有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， 重心。